其实，兄，之前你问我是否愿意杀身成人，此刻就是我的答案。蒋姑娘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小和尚，你来了。及时抵达金蟾寺，每人奖励50善功。我等拿到了朵儿茶的内经名单，寺中终究还是出了内奸。小辉。 大将军托我向方丈问好。